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今天很荣幸在这边和太阳盛德老师一起聊聊天。今天呢，我想要提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老师，我觉得人生蛮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啊，很多吸引人的这些东西，很多陷阱。那我们知道佛家又叫我们要一切放下，可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个样子。那少数的人呢，可能看破了，或者是能够真正放下，那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少类的族群。但你碰到这个大环境的人都是跟你想法不同的时候，是如此的孤单。那我们通常人类都会觉得大多数人讲对的时候，那个就是对的。但是这又跟我们从佛家学到的东西是完全相违背的，这样子下来不是真的很苦吗？你刚才说在这世界懂得放下人不多，大部分人都是放不下。那我们接下来研讨一下所谓的放下的定义是什么。你所看到的人所谓的放下是什么放下呢？放下就是执着，我们讲的这个说放下执着贪嗔痴慢，就是佛家常常讲的执着妄想和分别。那最简单来讲就是物质这些东西，这个因为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可是你在这个里面久了以后，因为有比较，因为有好坏，还有什么高级更高级，这个我们融入了以后就完全迷失了。那要我们很清净的跳脱出来，这个很难耶，这个根扎得这么深，你要怎么拔出来？所以这就影响到每个人的后续。你前面的结论，它会不会让你后面的价值观又根深蒂固，还是因此它有个结论想要把自己解脱？这看你当时有没有一个好的 input 先进到你的思维逻辑里面。然后如果你又真的在你的生活里面 enjoy 这样的一套理论，然后去察觉是不是真的会活得比别人好一点，如果真的 feedback 回来觉得诶真的是有那么回事的时候，这个结论呢又会去影响到你后面的思维。所以这样子下去就会变成一个好的善性循环。但是你说像人是那么多都放不下，所以你说那个放下人会觉得自己很孤独，这就要讲到你放下与否是真心放下还是随波逐流的放下。你今天因为去一个团体他叫你放下，你说对我明天就要放下，所以是逼着自己放下，那个是假的放下。因为在不明事理的情况下，你不能够有认同感去做放下的动作，那个也等于是所谓的欺骗自己。但是你今天把很多事情来龙去脉的道理看通了，真的是认为这样子的循环下去会对自己人身上带来无限更大财富的时候，你就会懂得所谓放下的契机啊，对自己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你刚刚讲说在人群中多难，左边也放不下，右边也放不下，看到的人都是斤斤计较放不下的人，你说要我们放下何其难。的何其难呢，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认同感。所以当别人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你会觉得对呀，他讲的对呀，你看他放不下是对的，那我也放不下，那我跟他一样，那我现在要假装我放得下，那好难，我们就等于是孤独的一群，就变成不是所谓的自发体，是很被动的。甜蜜的话讲的或者让人家觉得歌功颂德的是很容易，但是这个毕竟你做出来的时候跟你内心深处里面所谓真正的想法是有偏差的，痛苦莫过于这个里面中间的 gap。因为你看到的结果和你原先想要追求的中间，又因为是信仰或者是某一派的理论，或者是因为你要去遵从谁的教诲，你不得不的时候，那让自己得到的又不是自己想要的，这就是痛苦了。那所以我们要反过来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追求呢？你一定有个理由，这个理由也许是你的老师告诉你的，也许是书本上告诉你的，因为让你在今生找到真正的自己，然后在踏实的奋斗过程中给自己带来无限的成就。如果这句话你又没有弄通，你就会觉得雾里看花，既然讲的都是文言文好像也不是很懂，那我就假装放下好了，就会越放烦恼越多，烦恼越多的时候就会产生恶性的循环。所以有那么多的不管是哪一教的教徒，他进去的时候都是有崇高的理想，
但是进去却没有得到所谓的法喜，而是带来无限的烦恼，或者是有些人时间久了反而给自己带来好像很大的包袱，这个就是所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那应该是越来怡然自得，假的就是包袱越来越重的时候，他有时候觉得给自己好像呼吸不过来啊。那个你说没有弄通人云亦云的情况下，真的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成就吗？好像也没有。所以真假之间呢，差别竟然是这么的大。所以我们要把很多事理啊认清，只有自己真的认同想清楚，对我们来说这一项的决定是很重要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点倒吃甘蔗的感觉。因为在真理的证实一件一件让你觉得决定是对的，你才会非常的感谢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所以当我们通了以后，就不会受外界影响的时候就不苦了，所以反而不会说有什么人生苦的结论。人生苦乐与否的定义是我们自己原先的逻辑去定位。有些人说我人生如果每一天没有吃一颗牛排是很苦的，那你说对于那些每天只能吃一个馒头的人，那不是那馒头人要跳楼了更苦。但是他怎么来的标准说我一定要吃颗牛排才会觉得是幸福才不苦，就是因为他曾经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在他学习的过程中有受到某种的影响，冥冥之中慢慢就把他标准定在那里，定在那边就好像有一种吸引力，你没有做到的时候就觉得我全身不对劲，觉得人怎么这么苦，这种眼泪什么都掉出来，好像觉得很委屈，结果自己的生活水准远远已经比地球上的人类高出许多他都不知道。那你说这个苦与否跟事实层面中间的落差是谁去造成的？自己。那你用同样的逻辑去想苦乐之间呢，你所现在报到的乐好了，和别人正在享受他所谓的吃苦，就是把苦吃掉的后面都吃完了就是乐显现了，这个相对比的逻辑之中啊，你是要哪个先？那有些人就很奢华的款待自己，觉得这一切都不能让我有一点点的瑕疵，我要的一定要最完美的，所有的物质界要极品，只要没达到就苦了。那这个苦会让他一不达到就苦的时候呢，把这个时间点往外拉长去看，往往这种类型的人到后来都是苦，除非他命特别好，今生真的赚到了，他该要的想要去挥霍的都有了。问题是灵魂如果不灭，时间点再拉长来看的话，如果真的世上所谓的有报应，前面的挥霍又导致后面的报应与否啊，那后面可能又变成要这个没有这个，要那个没有那个的时候，那是不是早晚苦会来？所以人你要不要顺着你没有一个界限的追求去走，真的可以让你因此达到你后面想要的东西呢？还是你有另外一套很重要的逻辑，越年轻的时候越能够去落实，往往大部分都是在中年之后就会印证到你前面所决定的对错与否。所以你刚刚讲说在这个社会上看到大家都好像放不下，自己去放下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放不放得下不是别人的 business， 永远是自己的 business。 是，那老师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栏杆，我们全部那么多的众生被丢进来，明明是一个大栏杆，然后让大家去学习，然后还要超脱这一个，这是一个多大的功课，而且这么多人在受到考试，这是这么奇怪的。其实要讲到人呢还是有惰性，人呢往往还是选软一点的柿子吃，哪边容易他哪边去，但是往往在你选择越容易的时候就越容易堕落，所以人一堕落就变成一种吸盘，好像是一种引力啊，大家就因为这样的本性全部吸进去了，吸进去之后你又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逻辑呢把你拉出来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染缸里面了，一直运作运作，那因为在这样机器的运转下，你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对抗的，所以你就会被这吸引力啊越拉越深，越拉越下来。所以在人世间的一个简单说法就叫做堕落，自己没有一个界限，也没有一套真正对错之间评比的时候，就很容易越来越往下拉，拉到最后就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有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智慧
才能从这么多的众生中脱颖而出。这个时候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你要不要认清事理。有些人他说我不愿意认清事理，主要的原因是如果这样子我生活就没有什么快乐，没有什么满足。因为他想要追求的是在那样子的染缸里，如果追求他追到了，他觉得那是他的一种乐趣吧，他跟旁边人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好像比别人优越，他觉得这个是他战胜了，有点乐趣。但是螳螂捕蝉呢，黄雀在后，这一次你是战胜了，但下次会不会呢？问号。或者是这个议题你胜了，那后面还有多少议题你真的有把握就照你现在这样狭隘的逻辑事事都容易胜吗？不见得。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鼓励大家去把天地的真理真的弄清楚，不要死背，也不要强迫的逼着自己一定要照着他那样去做，那你就痛苦了。但是你要能够弄通了真理之间的伟大，然后你能够照着真理去落实在生活里面，你才不会说像别的人一味的追求下，他追到的不是人间千年不变的真理。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他的追求阶段性找到了方向，但是说时迟那时快，没多久他要换方向，换到最后都忘了自己是谁。那这样子能够认清你要做那样子被人追杀的一种奴隶呢，还是真正认识真理之后的怡然自得，那这是每个人的决定。决定之后就会产生生活所谓自己在当时努力后成就的落差，所以这个就要看每个人能不能够早一点遇到对的逻辑，这种思维早一点能够运用在生活上，选择到对的方向，就早一点脱离苦海。常觉得我会有一天醒来发现这一生是一场梦，全部都是假的，所以呢在提醒我自己，这真的是假的。虽然这边的人很多，出来呈现的画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是对的。但是我在告诉我自己，这还是假的。我有一天醒来，发现这些都不存在了。有时候有些人对物质生活太过重视的时候，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会跟你 argue 几天。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没有那个智慧看到所谓假，假在哪里。那你能够有现在这个想法，是因为你对于事理中的认知的深度已经到达一个层次，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假，什么东西是真。那在假的里面要你花力气去追求，你肯定就不是很愿意，但在真的里面去证实它给我们带来所谓更大的财富，会让我们就更有原动力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更加的踏实去落实。那这个就是能够越早越年轻来落实就越有福气。我觉得生活是要用努力这两个字来过的呀，真的要真正细细的品味，就太多的陷阱，然后很多的会吸引你的东西会让你常常乱了脚步，所以真的要一步一脚印的过，才能够让你的头脑是清醒，也不能够放纵自己。这真的都是要做功课的每一项环节，不能说我喜欢就这样做，那真的是会堕落的开始，很可怕的。那这个里面我们在什么时候一定要把它想清楚，决定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只能提出来给大家提供一种建议，但是要不要落实以及落实后的好处，那只有自己去决定，还有后来的享受，那我想也是算蛮公平的。所以你刚刚一开始说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每个人都放不下，你要少数人放下很难，的确很难，但是难的后面它就会让你感到倒吃甘蔗，那一切的顺境人间里面的真就会在你的认知度调整正确之后，很多事情就很顺的开始一一呈现，也就没有以前我们所讲那种很炫的炫学让你摸门不着，然后又自己不知道怎么定位，然后又去听旁边的人告诉你吉凶祸福与否，然后把自己再做一番调试，真正的这样去做是不是真的成功，是不是真的就不用再走回头路去找到所谓的救不救近了，这个又要看每个人的福分。所以我想今天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聊这个事情呢，如果听得懂的朋友我相信都是有福之。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人生啊，我们到底要什么，要不要真的问自己，
我觉得幸福快乐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最快乐，这是最大的目标。那如果要达到境界的话，要怎么到那里，真的是我们要努力经营的。所以人生要非常努力的去过它，不能就很随随便便。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很感谢太阳圣德老师为我们在人生方向这个方面给我们做的教导和教诲。谢谢老师，谢谢大家。